跟马来西亚一样，是一个很多元化种族的国家。乌登拉、乌阿摩拉、乌霍金拉、乌丢丘拉、乌哈嘎里、哈密兰贡古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是的话，来一个掌声表示一下。哦，是哈、哦。那我相信呢，有族同胞也一定有，就是管拿兰、雅克里纳兰。所以呢，我要唱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我的师姐老师，是马来西亚的国宝，来到斯里兰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位马来红星，在印尼的一首成名曲，来送给所有的朋友们，木干新家 ，yes， 谢谢。
下我们的悠悠，为什么你会叫悠悠？因为你的名字里面有瑶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周明瑶。周明瑶，哎呦，谢谢谢谢哦，这边。我还以为我没有呢。有啦。谢谢。啊，他送我菊花，他送你什么？哇，他想送你豆米啊！啊，你是豆米啊？啊，是豆米啊？你是什么？我这个。绿茶。哦，绿茶 ，OK， 我嘞。绿茶不是我的菜，是我姐姐的菜。哎呦，你最快就算了，我给你机会了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其实蛮喜欢喝绿茶的。OK 吗 ？OK 啊，可以了哈。刚刚我探听了一下，哇，这个呢，我们的这个小国宝哈，真的是厉害。猜一下，今年只有几岁？有没有人？哎呦，姐，掉的，掉的，有掉了，接上去，上去。啊，咋了啊？哎呦的，我叫老咪，罗阿咪戴眼镜的，你来来来，不要站那边，我们站这边比较好。这边有又哇，12、20亿啊，啊，20亿、10亿、12，又亿又二又二又亿，我直接啊，有10亿，还有嘞，13，什么多嘛？55，哦，15。55是在哪位？15没有，我是不要这么讲了，这样子很难听。应该讲后面呢，这四位老师嘛，加起来是55，加起来55。哎呦，你很客气嘞，加起来是250了咯。所以呢，有些观众有猜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是今年只有12岁。哇，这么厉害！但是我跟你们讲，还有几天我就要13岁了，因为现在已经1月尾了嘛，对，快就要2018年。对啊。你只有12岁哦，哇，这一个小大人这样嘞，所以我的脑啊、头啊、口条啊都非常的清晰，这样子很厉害嘞，我要牵住他的嘞，他是我们的什么啊？州政府的代表啊？没有啦，哇，州政府的代表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很够力的，你出门有很多保镖的是吗？是啦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呢有13个州。哎，你很美嘞，那你挂这个就不美了，我帮你。谢谢啊啊，你这样就没了。谢谢。因为呢，马来西亚呢有13个州 ，OK， 有我讲一点出来给大家听，有从北马开始算，就是玻璃市，就是刚才说的 Perlis， 还有吉打，然后槟城、霹雳州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雪兰莪州，然后吉隆坡就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，然后还有雪兰莪州，还有。就是这样子，可是我是代表霹雳州的，所以叫做州政府。哦，你代表霹雳州。对，就是你是霹雳州的人呢、啊，还是不是？还是因为你太厉害了，所以没有给你一个。不是，因为我其实我在家是槟城人，但是呢，我在那个霹雳州住过一阵子，所以你就是霹雳州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对了。有厉害嘞！不要这样讲，我会拍死。也不用拍死啦，所以我去霹雳州报佑。会给我加料啊，加鸡肉块啊，加冰块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去美国呢，去哪个 P 啊，去什么、啊？千万不要讲我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外面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，我很少去那些地方的。哎呦，啊，你都去哪一个餐馆？你跟我讲，哇，我们的神来了，神来了，哦，拜拜哦，拜拜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的精英啊，每一位呢大老板呢都非常非常的诚心，因为我们的这个众神哈、啊、都很诚心呐、啊、哈，我们的众神都很灵验，都保佑大家。没错，祈求这位神明来保佑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，出入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我们喊个大大声的好吗？多谢啊！而且呢，我们刚刚唱的那个马来歌曲哦，是你的师姐啊。没错，是马来西亚的国宝，但是 Rahiza 在印尼的厉害。